老婆，我不能接受。关后无感，若是真的，敢问作者何来罪恶？人类为什么不能和金鱼在一起呢？有多为难？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，我以为旅人将我热情都燃尽，你却像一张情书，感觉很初级。人们把晚来的爱都锁在密码里，自身长远的演说别听所有关系。这是金融之间的恩怨，小鱼走吧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相信我，别藏着颗不看见的心，抱紧我的呀。我多心挑剔的人，不许你伤害他！我可不会伤害他，但你会。你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为什么？他脱口而出是你姓名，想确定我要遇见。小鱼，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分开。